臭豆子叫什么？它有名字吗？有啊，可是这看起来都不像。你可以跟我讲它名字什么？油光臭豆。油光。油光。油光。哦，油光。游泳的翁，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冰类的，对啊，还是雪板。最简单的，他在滑雪，对不对？浮在滑雪，是不是？浮在滑雪。浮滑，浮滑半天。浮滑，这里有浮滑吗？没有。老板，借问一下，你有空吗？你们有做附近有什么店是这样子的？这样提示。有凤梨汁吗？水。明星冰果汁，明星是那个网美打卡机，好，也是一个，它是像星星吗？明星冰果汁，它像星星吗？它可能是一个明星，眼睛很好，对。他是老人，确定？你没有求救？对耶，那我请问一下哈，就是这边现在有比较有名的店家是什么？臭豆子叫什么？它有名字吗？有啊，可是这看起来都不像。你可以给我讲它名字什么？油光臭豆。油光，油光，油光，哦，油光，游泳的翁，游，哎，游泳的老翁，他刚刚跟我说，不是啊，你这看不像哎，你好厉害哦，游翁，哎，可以吧，可以吧，你就他就是，对，他就是游翁，他在游翁臭豆腐，老板他，我差点被你害了，哦，游翁臭豆腐，游翁臭豆腐了，我们一直被这个误会，一直被这个，然后我跟你讲，我们等下吃完游翁臭豆腐，好，再再打出那个。好，完美。老板你好，我们想要问一些问题，可以吗？附近有没有什么店家是有类似的？讲话在那，诚实有英文字母，还是说是有诚实的这个字母？诚信，麻花卷刚刚有提到，所以怎么走？所以一定要去哈，从这边会去。这边过去，你们是骑脚踏车，对，从这里。对，应该走这边。被睡着啊，被林姐睡了。这里走到底。到底再左转，再左转，就先右再走。右走。对对，然后过了消防队，过了消防队，100公尺就到了。好，这里只有一个消防队哈。哎，对。好，谢谢，我们就去那边吧。好，事不宜迟，诚信麻花卷。对，诚信麻花卷，我就连续两个都提到这个店，而且麻花卷，我相信应该也是它的名产。哇，这前面好多小摊呢。哦，夜市吗？它是夜市吗？这边有很多臭豆腐哎。对，哎，真的看到了，应该就这家吧？对，油翁哎，对，真的是这间哎。你好，现在是你选了，我选了，我跟你说。这个是有根据可以选，怎么说？刚刚都还没有根据，为什么？你就闻它的浓度，你再闻这个。哎，这个好像真的浓一点，这个好像真的浓。我闻一下，我先。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都觉得是一样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最淡，对，这两个。这两个最臭，好，那就它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。那先看其他的。来，一二三。臭豆腐，哎，你们挑到哪一个？五分这样，可以。来，谢谢这个。这个比较臭，对不对？这个比较臭。你们吃什么？前面哇，差不多五分了。对啊，我们刚刚是用闻的。哎，他用加那个葱，他用韭菜，这个太厉害。哇，哎，真心觉得好吃。好好吃哦，我最爱吃臭豆腐，然后爱吃这个。哦，真的好。哇，泡菜来，泡菜。外酥内嫩。我泡菜可以再来。我觉得好吃。哦，这家真的好吃。嗯。